因为上主良善宽仁，他的慈爱直到永恒，他的忠心世世长存。阿门。我昨天感受到马祖的居民，特别是我们的教友们，还有我们的神父修女们，还有义工，热情的在港口欢迎。一来到圣堂，看到那个布条写着欢迎宗主教的布条，到咖啡屋那边也是有一个布条，所以可以看出教友们的热情。那觉得非常高兴，在主内我们是一家。请出领圣体者前来，夜亮莫离家。我愿意玛利亚。我在这。蔡一凯。若望，我在这里。请领见证者前来，刘增华、安德勒。我在这里。我们进行重宣圣喜誓愿。为得享天主子女的自由，你们弃绝罪恶吗？弃绝。为摆脱罪恶的操纵，你们弃绝邪恶的诱惑吗？弃绝。请把基督之光传递给出领圣体和领见证者。安德勒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阿们。祝你平安，感谢天主。我的生命天主降福你们。基督圣体圣血，阿门。基督圣体圣血。基督圣体圣血，基督圣体圣血。在结束前，我们也要特别表达我们堂区的感恩。那我先请小李代表我们堂区表达对宗总主教的感谢。最可敬的宗总主教，见到你能够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真的很开心。因为这几天我们真的很担心，不稳定的天气会影响总主教和嘉宾的行程。虽然你们的行程有改变，但依然能成功前来，为我们举行堂庆弥撒，也为一凯、叶亮和我三个送第一次耶稣圣体，为真华侍奉见证圣事，我们真的衷心感谢你。在伊撒伊亚先知书中，天主这么说：初为人母的
亦能忘掉亲生的儿子。纵然他们能忘掉，我也不会忘掉你们啊。我们堂区教友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总主教从来没有忘掉我们。你就任台北教区总主教任职不到三年，这是第三次前来探望我们，鼓励我们，给我们分施天主的恩宠，好像母亲内地照顾出生的婴儿，我们真的很感动。我们四个孩子愿意接力接受神父和修女在信仰上的教导，用心聆听爸爸妈妈的鼓励，效仿他们生活的榜样，努力做个热心、纯洁、有志气的青少年，为教会服务，以报天主透过主教对我们母亲般的爱护。愿天主以丰厚的恩宠祝福总主教的工作和心愿，带领我们每一位走上圣德的道路，迈向永恒的家乡。Thank you.